的，今天呢，我们突袭房间的第一集就是木星。很少人会愿意让我们突袭他的房间，真的吗？对啊，你是第一个。我这人就坦荡荡啊，有什么就给你们看什么啊。因为我已经，因为木星其实住很多地方，然后我已经完全不知道他搬到板桥了。对对对对对，之前在西门町。对，那你先说一下这个板桥现在等一下要拍的空间大概租金是多少钱？你说现在这个家吗？对，现在这个家不含车汽车位，但有一格机车位，然后含管理费，总共是30,000元。干嘛？算偏高哎、欸啊，真的吗？可是这个没有，其实这样子30,000元有装潢是很便宜的，含装潢吗？装潢更不干我事。没有没有，这个就是这样啊，就是啊、哦，你三万就是完全装潢好了，就对，然后有家具，家具是房东的。但我觉得这个地段我刚下车觉得还不错，因为其实附近就是学区，对，然后还有那个算是小夜市，就是很多吃的，我们刚刚路过，很热闹，安静吗？平常？这边蛮安静的，其实蛮安静，而且那个房东啊，他做那个隔音什么，其实还 OK。嗯、对，我们门一开过来，直接来到这边，这边就是一个厕所，一滩尿。那地方的那个 coffee 尿可以先避一下。就是你可以把它变成粉红色，会比较可爱一点。对，这边是厕所，完之后走哦，电动的。对，这是原本附的吗？原本的，就是感应感应这一间的那个大招牌，算标配的标配。Oh. 对，标配标配，因为一般买房子一定会告诉你标配是什么。对对，厕所就是建商附的。我跟你说，用了这个回不去。为什么？你这样完全不用卫生纸，就大碗变成这样，然后洗干净，然后按。那这不有灵异事件吗？然后就把它烘干。7月半的时候是有朋友被吓到，但我是出面不惊，因为我很专业。它有烘干呢、哦，它会烘干，而且它的马桶盖就是你知道就温的，就是回不去，回不去了。对，有些夏天、冬天太冷嘛，对，很冰。哎、欸，那我家马桶盖够了是不是？你家有吗？我不知道哎、欸，但是冲洗式马桶，因为那个石头说这一个马桶好像要价不菲，好像也要10。这一个十啊，我不知道他是乱讲还真的。他会讲话吗？啊，偷偷的嘛，放屁股喽。石头会讲话？不会啦。对，简单给大家看一下格局的部分。然后这边呢，然后直接往这边走。这边是一个电动小电动区，电动房，男生电动房。怎么还会有电动房？因为契爷他是一个重度的电动成瘾者，所以专门有一个房间，就是让他一下班就回来这边打电动。然后他累了就睡在这吗？这边基本上就是床很软，归衣服用的，是因为你们来我。我还以为你们要分手了，现在分房睡。这边原本有多恐怖，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知道你们要来，我特意的就把它整理好了。OK， 那我们今天来拍嘛，就难得要一个大冒险，我们今天把气的游戏删掉。真的，他就会分房睡，睡这边。没有，会直接分吧。我跟你讲，我之前曾经删了他一个邮箱，什么太空战士，然后他把每一个角色的等级都玩到最高，然后我想说我要玩看看，然后我就按那个。你说趁他不在的时候？我想说我玩看看，玩应该还好，我就按那个 star， 然后没有想到那个 star 是整个重新开，真的，记录没了，然后全场的人知道这件事以后，鸦雀无声。然后我就跟契儿讲，然后契儿直接沉默一整天不理我，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在一起而已。他大沉默，然后我就说怎么办啊？那个电动手都在抖。那怎么办？他就不理我。那后来怎么和好的？没办法，他就继续默默练啊，因为毕竟刚在一起，你能怎么样？谁知道他的底线是什么？但现在我知道了，不要删，你不要删。他有曾经打游戏沉迷到就完全不理你一整天吗？很长啊，很，你们应该也会吧，因为你们那种电动是长时间的，一玩是几小时起跳的。对啦，但我会节制啊。他不懂节制啊。他工作压力大。对啦，回来就是唯一的放松。对，那刚看到游戏房之后呢，就转而来这边，对面就是他的主卧室新房。要滑，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哎、欸。
不是 Kobe 很乖耶，对他很乖。因为其实我看过安奈欧，安奈就是安奈欧超吵发狂式的天理的，没有，现在是 IU 了，因为安奈欧比较老了，老了，对，因为他还是稍微叫得动，就是可以意识到我们不想要。对，然后他就先自己嗨，自己弄。对，先自嗨，先自嗨。我们来看一下主卧的部分，欢迎3万块的主卧，是就是这。哇、wow, 你们还会玩跳棋？你家就是有我有臆想的干净一些，算有干净吗？我觉得看起来蛮干净。觉得我家很干净，可是那一天气了，他就是从南部工作回来，然后他想说他要丢个垃圾，因为我垃圾已经把它绑在那个垃圾袋，对，然后放在阳台，然后还没满，然后累积到满以后我再丢，然后我那时候躺在房间，然后突然听到气的一声，然后我想冲了，我就赶快冲出去看，他说你到底几天没有丢垃圾了？然后我就一看，垃圾袋放在床，而且他还说有几次喷出来，自己处理，然后我就看，真的喷出来了，他喷到那个洗手台上，我就这样慢慢拿卫生巾，可是我才3天没丢哎，还好吧。是那边是有吃完的食物吗？我曾经有打爆一只苍蝇再丢进去那里面，不知道跟那有关系没有？可以，里面有吃剩的食物就有可能。好了，有了，不要给他看这机器人，我看。因为它的主卧我觉得还算蛮大的耶，算大，其实算大，就是还 OK， 但是有这个啦，压梁。哦，这个不算。这不算吗？这个不算两组，因为这个算是应该像那种，然后再大一点。这个算房间格局吧。可是它就是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在那个人头上。欸、如果有专业的风水师，我记得是不算了，我不知道，我可能下面大家可以留言，这个算不算压梁？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房间的格局都是上面有一种壁龛式的灯啊。对。然后就会都是龛在里面。我家就是这样。那你会头晕吗？因为我以前就是睡在类似这样的地方，然后头在下面，然后我就超级会头晕。后来真的有一个方法让我不会头晕，来，就是这个。我跟你讲，真的是好像我是小飞象，不是小飞象，是这个白水晶柱，他就帮我顶着那个梁。哦，白水晶挡煞。对，我真的都靠这个，因为我三个家是真的是梁，就靠这个，不会头痛。怎么团购？团购话麻烦私讯木星。是你被业配了。很多白水晶都是在挡梁煞的。对对，其实有用是不是？有用，真的有用。你不要怕。没有，我把它推进去一点，我怕地震。进不去了啦，就这样。OK， 好，反正白水晶就是大概是这么挡煞。而且，你睡觉还很那个，讲气氛，你还有用那个？我没有，那郑医生送我，我想说没地方摆，先摆那。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来到房间呢，一定就是要先突袭他的柜子。很精彩、啊。我们看一下木星的柜子到底有什么东西。这间房间全都我的，来。全部你的，全都我的，来来，那那间也是吗？那间他的，来直接一个内衣这样子插出。哎、欸，其实他的柜子算做的蛮深的耶。对，他而且但他是做死的，就有点，因为他这一次等于是开不了，你知道？没错。那你怎么放进去了？就是把冬天的东西硬塞啊，然后你那个，你来，你拍一下里面，他这边是还有。里面还有空间，所以他必须要这样放进去。这样子会不会有一个问题是里面太湿？不会不会，我们会开这边。哎、欸，我觉得这边没有那么潮湿哎、欸，反而是那个万华那边比较潮湿。是哦。对。我们来看一下啊，我跟你讲，这超好用的。这什么？我跟你讲，这就是你要那个睡觉前不是会先滑个手机要开灯，然后你就要按一下就有灯。但是我们通常有没有？可是你按一下，你到那不是就差不多了？没有没有。然后我们不是这样玩玩手机，觉得哦天哪，好累哦，我要睡了。什么意思？怎么了？什么？哦，太失败了。是因为你那是电动吗？再一次。我要醒来了，天亮了。啊！好累好累，我要睡了。啊，好，不是，是你这，可是遥控器，可是你只关一个，那你另一个不关了？因为我买错 size， 它有那种双 size 都可以，所以你等于按完之后还要再起来关另外一个。不，哦，没有，通常我只会开下面那个，那是因为你们来，我想说开全，开亮一点，对，对吧？你们来了才这样，全送好不好？
这个道具会不会太没有用？好，那我们来进来看一下他的柜子有放什么东西。还好啦。还好啦，内衣嘛。袜子啊，裤子啊。我先把 Kobe 叫出去。这边真的还好，真的还好。还好，他柜子还算 OK 耶、欸。还行。还行哎、欸。对。怎么了？我真觉得很好笑，我也没有刻意哦。好像还 OK 哎、欸。啊！吓我一跳，这是耳温枪啊！是，但是吸吮器。不是，这是那个董仔要团购的。董仔。对，因为有一次我们在上节目，然后我就爆料董仔，他是一个就是需求很大的人，对，比较饿这样，然后我就说他都会可能用什么，他自己这边跳蛋呐、啊，他就自己爆出来了，我还没讲完，他自己就爆。这个节目有画面，你们可以去，你们可以来用。然后后来他们就突然，他跟那个另一个那个 L 比，他们两个聊开了，然后他们吸吮器超好用，然后我真的吓呆，在节目上，我真的吓烂掉。然后后来就很多人，后来那个节目一播出去哦，超多人问董仔吸吮器是。哎、欸，是怎样？然后什么用好用吗？怎样怎样？然后董仔就开团，这是他要开的团，已经开了吗？那我跟你讲，你跟团的目的是没有，他先给好姐妹试用一下，然后他有教学，他当时就拿来的时候就有开给我们教学，跟我们说怎么用，然后我用了，如何？我找不到那个感觉，不行啊！你帮我用看看。来来来，我们现在用眼手的。你这是你有用过是不是？洗过。不是，是要干嘛用的？它就是吸呀、啊，吸哪里？吸他的妹妹啊。对啊，吸的痘痘啊，模仿阿妈的那个孙子叫痘痘。痘痘啊。为什么只有我？你用它吧。活动大，我是第一次看到，因为我平常用的不是这个，因为它很像一个。对的，那真的有博汉哥。哇，这是什么？兴奋。博汉没出来。是因为你没有装这个吧？哦，他都可以换的。哎、欸，我不会。不会。所以他通常就是吸在这。对。然后他好像董仔说他有六段速度，而且他说董仔很专业，我通常要吃到第三段才这样子。你知道，因为其实，在早期一日饭局，木星跟董仔有来。对，那姐姐大黄标，这个会黄标吗？一定会的。那怎么办？没关系，算了。可是要怎么是震动啊？它好像是常压这个加键。你应该要充电吧？来了，这是一，你感受一下。有吗？那好像吸粉刺。有点像。有点像。这是吸粉刺器，不会被黄标。对，有吗？是会把皮肤吸起来，有点微。那你用他的奶头，你用奶头。我用奶头了。奶头跟蛋蛋两口吸一个。有吗？不是，因为我真的找不到那个感觉。没有，因为它没有，我知道，因为它就是刚好有个缝隙可以放在里面，然后加上它是震动。可是你说它吸，就是它会仿，很像是男生在这样的那种感觉，可是我就是我找不到那好，知道了，我们现在吸你一次，跟延寿舔你一次，我看感觉。在哪里？我给太多，我给太多。我来看看有什么，没有，我们要上。平常晚上很塞的很，这什么规则啊？这个就是好塞的。可是你第二层要怎么拿出来？就是这样一叠一叠的，也太不方便了吧。因为我们家收纳就只有你看到那刚刚那两个柜子，所以后来那个我找那种收纳专家，他们帮我就是这样规划。啊，那我们看一下木星平常用的是要是不是？我看一下，我找一下。而且你们觉得超荒谬，谁会在家房间放一根登山杖？我用，找到你平常也用太长了。哎、欸，为什么登山杖会放在这边？我刚脸的错了，不洗口味。我想拿出这个，让我理解那个难用。我跟你讲，我们光是这样比对，真的穿墙破肚哎、欸。不是，你为什么把登山杖放在这里啊？我不知道，这个粉红色的，我看，对，这个粉红色的，
这个是一个厂商送的，然后就是你说你常用是这个吗？对啊，我其实基本上我是都已经丢掉，但这个是大概前三个月是口红了。对，我刚才也是口红，因为我自己后来任何的就是玩具我都丢掉，因为我突然就觉得很无聊，我对这种东西有一点没有兴趣。然后后来这是前三个月有个那个厂商送的，送我礼物，然后就觉得哎，这个还不错，这个我就觉得很方便很快速。我妈看到情侣看到这期，没有啦，正常啦，她家里一定会有一些健康教育啦。对啊，有时候没有情人没有关系，就自己想办法让自己舒服。因为妻儿都在打游戏嘛。打游戏，我刚想是，不然我爸跟我妈怎么生出我？对不对？对啊，你看妻儿打游戏，我们这边无聊，对啊，在那边玩，我们也要自己打出来了。好的，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第一个突袭的家就是木星嘛。然后，因为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板桥这个区？当初为什么选择？因为我其实一直本来住在那个上个西门町的时候，我就蛮爱西门町了。而且我们家一下楼就是捷运，是蓝线。我当时直接爱上蓝线，因为我不管去，比如说工作啊，或者是健身啊，然后或者找朋友，蓝线就是一条就可以到底。就不用转车什么的，就觉得很方便。然后后来呢，因为我们那边房东啊，他就突然就说要我们搬家，因为他的女儿要回来住了。你说你那间要给他女儿睡？对，然后我们就只能被迫的赶快，好像一个礼拜内就来到这，就找到这就傻眼。那他有退你钱吗？没有，也是刚好房租要到啊，对啊。但是本来是可以继续住的，我们没有要搬的打算，因为本来那间也蛮大的，对。然后后来呢，会来选来板桥这里呢，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企鹅呢，他希望可以离那个黑鬼近一点。啊？为什么？这是一个原因，因为黑鬼我们以前住那边，他也很常来我们家，然后住这的话会离他更近，因为他家也在这边，他跟他男朋友住这边，啊，对，就更近，然后我们就互相彼此照料，像我能活到现在，然后吃的这样黑黑胖胖的，都要归功于黑鬼的这样子。是冰箱的东西，那你应该离他远一点吧？没有啦，但是我们很常一起运动啊，爬山、健身什么的，上课我们都几乎一起。然后我男朋友也是也蛮需要他，反正他们就是姐妹啦，啊，我跟那个黑尾的兄弟这样子，我们都彼此需要彼此，姐妹兄弟。天哪！对，你不听到男朋友讲那个理由，你不会生气啊？我很习惯啊，因为我很早以前要跟企鹅出去玩的时候，就刚交往的时候，我就说好无聊，我们要去玩，然后说好啊，那你叫黑鬼一起来，什么意思？你知道我那时候是有在吃醋哦，我吃黑鬼醋那时候，但后来久而久之，你看几年过去，习惯了，我习惯了，反而我也觉得哎，叫黑鬼来啊，对啊。就认识很久了，然后都知道彼此的生活习惯，互相帮忙，互相照顾这样子。你现在习惯板桥的生活了吗？非常习惯，我跟你讲，超级赞的，因为旁边超级方便，就有屈臣氏，然后又有银行，然后还有 Seven 全家，然后又有我最爱的那种雅琪亚菜市场。像我昨天就走在菜市场，然后就买了一个竹子。你好荒谬！买了什么？这个吗？一个紫如兰的手镯，你看看那个水头。这个水头哇，金！这个水头有多紫，有多亮？哎，我觉得你不能住太方便的地方。没有，我适合住方便的啦，因为我如果住太偏的话，基本上以我个性，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找不到我。你第一个家是很偏木栅。木栅对啊，而且我那时候木栅哦，超潮湿，我也觉得无所谓，就那样住。哎，那你住木栅、西门、板桥，最不潮湿的是？板桥真的假的？真的真的，我木栅是几乎所有东西都会白白的发霉，然后最后丢掉。然后西门町呢是柜子啊，打开都有那种白白那种小虫，然后也是会小发霉。但是我后来有24小时开除湿机，才没那么惨。然后这边我几乎没怎么开哦，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进来其实蛮干爽的。对，潮湿这件事情大家也要多多注意。你家潮湿吗？我家现在不潮湿。因为24小时开着，也没有哎，我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家就很蛮干的。那你家呢？我家不开的话很，他家很潮湿，因为我家旁边是山。那你赶快搬家。他家还漏水。哎，赶快搬了。地板腐烂。搬了啦！我这边都淹成这样，我都要搬了。因为
天其实来突袭木星有一个点，是因为木星也要发单曲了。我跟你说一件事，上次我们不是听完你那个歌吗？我一直跟他讲说我很喜欢你前面的那个主歌。那是副歌、哦，前面就是你在那边 rap 的东西，哦，我觉得好好听哦。对，哎，你没有讲，我以为要结束了，我刚才想说赶快去拿饮料来喝。没有，我们今天是帮你宣传呢。谢谢。对，木星的歌呢，明天就会上线了，10月9号，对不对？对，我们这集就是塞在10月8号。啊，好紧张哦。你来宣传一下几点 MV 会出？还没有讲哎，因为我连现在 A 卡 B 都还没看到啊，就有点紧张。啊，因为公司最近不知道在忙什么，我就帮我的，我就看那讯息，为什么一直有你？你要逼我们到什么时候？应该是忙我们两个的，没有，你的 A 卡片卡都还没啊。本来是说昨天，但是昨天就是没有东西没有讯息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这几天再问一下。可能 A B 卡你剩一个礼拜怎么回事？但我是蛮相信他们的，因为我们拍的其实就没有到很长，所以我自己认为也没什么好去做选择什么的。OK， 反正如果没意外的话，是明天会播出。没错，没有意外的话，那如果有意外的话，你们请锁定我的木星小宇宙频道，谢谢。欸，这首歌是叫骆敏儿。对，我们好，你先讲。我说为什么当初会写这样的歌？当初会写这首歌，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吧。然后那时候我姐她就是学吉他，她后来想自己是陈绮贞，嗯，对，然后她就拿吉他说：“我们来创作吧。”然后因为我在家里是吉字歌王林地，我觉得林地跟绮贞的一个碰撞创作，对。然后那时候我姐就弹了，我就唱了，而且。那个歌词我到现在就从国中到现在记忆犹新，就是什么明明是个大好天气，我却在流鼻涕，因为我是个国民儿，黑眼圈是我的特色，我还买了止汗枕。对对，然后就嘿拜拜拜嘿嘿嘿，他的歌不长这样，他只说他当时是这样，我怕他以为你的歌长这样。对，然后来，我跟你说，他刚刚唱这段放在我刚刚说的那段很好听的地方。我刚刚超好听，我刚刚唱完自己心好虚哦。后来我就找我们那个这群人的那个十周年的那个单曲做到死口一口制作人帮我重新做这首歌，然后就变得超级屌，嗯，很好听哎。欸，就是舞曲哦，是舞曲。对，那说到舞曲，我们的舞后跟吴冠阿贝，对，我们等一下呢会有抖音啦，我们会拍抖音小影的，大家记得明天锁定木星的新歌《过敏儿》，谢谢大家，谢谢木星。这边就是厨，我们经过就是这个厨房区，对，开放式，开放式，开放式。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阳台，来，这个就是阳台。对，早上这边呢会有一大片的阳光洒落进来，然后我们 Kobe 很爱在这边晒日光浴。对对，啊，因为其实这边有一个，因为前阵子下大雨，然后听说这边是积水，是不是？对，漏水进来。它那个海，它的有一点海水倒灌，你知道吗？是海水倒灌，从你这个地方来，我们可以镜头看一下。王八蛋，那个水直接要，他从这边碰出来，对，然后直接淹溢，这样满出来溢到，就是这边全部东西都飘起来哦，然后水直接溢到我房间去，所以你看有流多多。可是只有台风或下大雨后才下雨，然后台风基本上下雨就会有了。可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啊。然后后来反正这里面这边的那个管理主任，然后还有房东，全部都来看看了一遍，就是查不到原因，而且他们下面也就是去通过，但是他们说应该没有问题，但没有问题完后隔没几天我家又再大淹水。那只有你家吗？还是其他住户？只有我家。然后我已经累了，我心累到我已经不想跟房东讲，反正就是一直这样，这是常态，就是人生的常态。欸，我很喜欢这个阳台。对啊，还不错啊。欸，这边跟我买的那个家里的阳台是类似。哦，你家也是那种还没盖好，但是我看那个预售屋是这样子。那可能把空间释放给室内。对，我真的会很怕会漏水，因为其实它这个它跟里面的台词算是无缝接轨。你几楼？8楼。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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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你知道，因为我刚刚有分析说，它其实可能会倒换，原因是因为你住太低楼层。对。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不是在建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把这一点考虑进去？没有漏水真的是，因为它不会在大雨天盖房子。对啊。所以根本不会有料到这种事吧？它一定是前天盖。所以普遍的低楼层都会这样。也不一定啦，但他们很多人说几乎二楼都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一般来说买房子尽量不要住太低的楼层。没有错，我自己是比较倾向七楼以上。没错，这是我看房经验开始。你带了一个莫名其妙主持人来干嘛啦？他丢那个大便，别吵人。超过你的脸了。我跟大家讲，如果有截图只要大便的话，我会给你按个赞。不要记我们，我会给你按个赞。